19岁少女潘珠峰见尽死书。No female has ever done it so far. So this year I'm attempting Everest. 英国少女沙特尔沃斯德19岁咋，就成功征服咗珠穆朗玛峰啦。上个月佢同爸爸一齐登山，上星期日上峰顶，途中遇到成百人攻顶啊。不过天气太恶劣，几队人都放弃咗。沙特尔沃斯佢哋啲氧气装置同埋水樽盖都结晒冰，有个队员连角膜都冻结埋，唯有放弃啦。最恐怖嘅系见到好多爬山嘅人死咗，尸体就咁瞓喺度，好似呢个女人一直都用 Facebook 嚟分享相片，后嚟只有叫佢安息嘅留言。遇到未死嘅人帮得就帮，不过好多已经神志不清啦。无限风光在险峰，不过随时未到顶，已经冇命了。